邱慧敏 Vivian 第三度担任 Shiseido Revito 系列产品的大中华代言人，以一身米白色长裙为 Shiseido Revito 新产品亮相大马，同时和媒体朋友分享护肤心得。几位露面依然美丽动人的 Vivian 曾淡出娱乐圈十年之久，也是公认的香港演艺界玉女泰港门人。Vivian 在会上透露，已经用了这个产品20年，她表示每用一种护肤品必定会留意产品的字数，她信心十足，所以也特别开心可以为此产品代言。Vivian 在会上特别推荐 Shiseido Revito 的最新产品，也透露自己不怕皱纹。这个拥有全球首创的纯维他命 A 微囊的 Revito Wrinkle Lift Retinol Size Lotion AA 除皱精华片肤露，我自己对皱纹一啲恐惧都冇噶，因为我觉得我谂每个人嘅面上面或多或少都会随住人生的成長而會是增添皺紋的，那些皺紋其實它可愛的地方就是你可能你的閱歷增加是跟你成正比了，那我覺得即如果一個成熟的女性，那如果她是內在是很豐富那的話，那她的皺紋就是很可愛的皺紋來的。對於科技來說，我覺得現在科技都已經是很發達，那例如即我們設計度已經是很成功，那就不斷去製造一些產品可以令到我們女士可以是對抗即是他們不喜歡的皺紋，這個就是世界首創的科技，是將純維他命 A 注入健膚水的。咁平時一個好基本嘅步驟，我哋就已經可以得到純維他命 A 嘅修護咯。呢個係其實真係第一次能夠係成功。咁我覺得除咗係可以對抗皺紋之外，亦都繼續製造乾燥咯、防皺啊，或者係提高你皮膚嘅彈性咁樣咯。咁如果係貪靚嘅女仔，或者係想減退皺紋，或者想係遲啲先至出現皺紋，我諗即係要係多啲留意住科技咯，亦都好大嘅幫助。今次亦都好開心可以能夠代表 Revito 呢個品牌嚟到馬來西亞同大家介紹下我哋嘅新產品。年近40，依然能以当年的玉女形象亮相的 Vivian， 在会上不吝啬地公开自己的保养秘诀。其实好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我想最首先多谢大家的赞美先啦。咁我自己其实保养方面，我觉得我会揀一些高质素的产品用。咁就其实我自己平时譬如皮肤方面，我都冇去出去外面做 facial 嘅習慣嘅，都冇嘅。我覺得主要係做足嗰啲清潔同埋護理步驟。咁近間唔中就會喺屋企，我會做一啲定期嘅保面膜啊、眼膜啊咁樣，就已經係 OK 啦。咁另外我覺得有一個健康嘅生活習慣其實好緊要。咁我諗譬如保持心境開朗啲啊，或者係有一個好健康嘅飲食習慣啦，又好緊要啦。咁足夠嘅睡眠，或者係我自己就因為為咗錫皮膚，我都唔會曬太陽嘅，我盡量避開紫外光嘅。咁同埋飲多啲水。咁我個人嚟講咧，我覺得如果係心地好嘅女仔，有自信同埋開朗善良咧，就會好靚噶啦。咁而喺我自己個人嚟講，我都係一個比較有童真嘅女仔嚟嘅，雖然我已經咁大個，咁但係我仲有一顆童心噶，咁可能係咁樣係令到可以保持青春嘅一啲地方咁樣。而 Vivian 最近在忙些什么呢？咁主要呢一排都係忙一啲代言嘅活動，咁就係我嘅護膚品牌 Revito， 咁就除咗香港完成咗之外，咁今次嚟馬來西亞啦，咁遲啲我哋都要去新加坡等等地方去做宣傳。咁翻咗香港之後咧，咁我諗我又要開始練歌，因為我嘅好朋友黃海勤啦，咁會就搞一個香港管弦樂團嘅音樂會，就會喺十幾號就開始噶啦，咁一連三場，咁我都係做佢嘅 guest 嘅，咁係唱兩首半歌，咁所以要翻去要開始又練歌，其實我帶埋歌嚟練噶啦，係啊。Vivian 在2004年开始担任 Shiseido 产品代言人，广告推出后赢得外界一致好评，因此 Shiseido 三度邀请 Vivian 再度合作。Vivian 是在完成今年5月的演唱会后，立即飞往日本拍摄新产品广告。从海报中看来，经过岁月洗礼的 Vivian 散发出来的灵气和气质，显现成熟女人的魅力，更令人。